你们身边有特别爱吃鸡胸肉的人吗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低卡鸡肉条，没有男朋友的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腌制20分钟。煎到鸡胸肉表面带着焦黄，一把芝麻，一勺椒盐，孜然还有辣椒面，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解馋还不发胖的小零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